大致上是即係其實很簡單一個家庭。開始的時候，大家會看到就是很温馨的一個家庭。即係個角色係咁樣，但係都好多人同人之間嗰種感情嘅故仔啊。但是突然间中间真的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咁有好多人咧喺生活中间咧，或者会撞到好多好神奇嘅嘢。即系我觉得啊，即系鬼呢一样嘢喺我哋入边，无论佢害你。只要佢出現喺你嘅世界裏面，或者你嘅視線裏面，就會覺得好驚。其實係咪真係會有報應呢樣嘢咧？不過最近係咪有啲怪事發生咗啊？